醒醒。在姐姐那边去吃中午饭。吃午饭呀？嗯，我们一路过去。哎呀，那要得嘛，那我先去换衣服洗漱一下。要得，你快去洗漱，我们好早点过去。衣服换好了，今天我婆婆让我去大姑姐那边吃饭，说他们那边中秋节团圆，然后也是大姑姐喊婆婆过来接我的。哎呀，其实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小尴尬。你们也知道哈，早在去年是前年我们闹了矛盾哈，到现在可能心都还有个疙瘩，但是呢，只要现在好了，只要大家开开心心就行了，我们积压的两年的误解就从今天解开吧。其实我心态比较好的哈，我觉得没啥子的。回来感冒了，痒了，喉咙沙哑，说不出话。出发了，过去了。月儿，走啦！今天你也放假了哈。把头发给拴上吧，头发。再见。行，还是头发拴起，看着精神点哈。这儿还买了一箱月饼，带过去。负一楼哈，专人车我们坐。其实我们那边在市场上买些，要买条鱼。要得。这是南美市场，我们就在这里去买。这儿买鱼啊？行。买好了。这我们就听见他们卖过水果的去看一下他们生意如何啊？他们生意好好，阳光美。是的，慢的给你们送起来哈。不过弄到六七秒钟，应该全都弄完了。菜椒我们在姐姐他们去了，他们忙，我们回去弄到整饭吃了哈。要得。整好了，我们给他们送午饭过去。行吗？行吗？来，上楼，七楼好像是六楼。六楼啊。Hello。妈妈的大月饼来了。看一下。不客气。吃了早餐没有？我吃早餐不行，我吃了早餐吃油啊。那整点啥子早餐？不要不要，到中午都不用煮早餐。这儿就是我大姑姐他们房子，喊你宽的啊这里。他们卧室老大了，卧室超大的。这边还有个卧室。阿姨，你们啥子要帮忙的？不用。就像我。买了这些鸡脚啊、鸭脚那些来卤到，因为好弄到爽。好，要得。来，这些饿了，先肯定这个脚，要得。尝一个呢。有味道了，可以。我来吃烧鹅。秀姐姐回来了。好嘛，好你们弄吧。哦，谢谢啊，大姑让你拿的哈。谢谢宝贝。哇，好甜啊。这好甜。去买个新的玩具。哟，这么多啊，乖乖。哪给你买的？爸爸妈妈呀。好幸福，要这么多玩具。咋了？你还有点腼腆呀？这么可爱。吃饭啦！今天他们的饭菜是挺丰富的。香啊，这个汤就这么简单的吃的，快点汤来喝。有我月那个碗，这个碗吗？这个是谁？来嘛，确实丰盛啊，有鱼有鸭，啥都有。就像我跟婷姐他们装去，他们都不得零零碎碎陪你吃饭，你要理解哈。他们上班的嘛，太忙了。
吃那个东西又抠不得。哎，还有一个菜没有摆出来，搞忘了。